开腾讯视频 APP， 首页搜索放开我 baby 第三季，更多新鲜视频精彩花絮等你来看。本节目由皇家品质皇家范儿的皇家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唯品会联合赞助播出，唯品会全球精选好物，萌翻全场等你来。本节目由高端亲肤洗涤品牌亲肤无刺激的好爸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让 baby 用英语讲故事的 VIP JR 赞助播出。本节目指定产品云南白药益生菌儿童牙膏，加点益生菌防蛀更安心。我晚上走了，我就一个晚上嘛，就不准备跟孩子说，让小熊陪着他们就当做我吧。其实我们这里还有第四个哥哥可以代替你明天穿熊服。所以我现在是能让你们发现了吗？我就住那个里面啊，去找到一个女厕所。因为我明天要去别的工作，我因为有一件非常紧急的工作，所以我要离开一天。我想说找一个工作人员代替我穿回第一天的熊服装的话，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可能是一种陪伴的感觉。那件熊服就是代替我的存在，而且不能被发现。如果不被发现的话，你就可以转正了。但是王嘉尔是知道我走了的。哎，原来是你！哎呦喂，我就在楼底下住了2天了，我是第一个到这个家的。但是我是实习过的，我明天穿的这个衣服待一天就转正了。景云哥也不能发现了。是的，那我明天一天都要帮我打掩护。有吗？今天早上我听到声音了，然后一看是好好，好像他是尿尿了，已经尿了，然后我就带他去换那个尿布。
是刚才看书看到的森林，刚好我们窗口外面就是一些树，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是不是奶牛王国？这个石头，你看树，很多树。王嘉尔，你知道我名字？哇！常人要吃飞的，左边还是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左边。他是谁？熊。小熊干嘛？哥哥吗？东东人。谁？那个哥哥。东东哥哥。嗯。东东哥哥在里面呢。不是，那个哥哥。啊，锦鱼哥哥。嗯。锦鱼哥哥去刷牙了，去洗澡了。两个哥哥。对，一个这个哥哥，一个这个哥哥，对不对？对，两个哥哥都懂了。没有，一个哥哥在外面，在另一个另一间房间。还有一个哥哥是在这里，我刚才看到了。你是不是东东哥哥？对呀，东东哥哥现在不能说话，他到底想怎么样？不说话有惊喜。你肚子饿吗？他不饿，好好饿吗？嗯。都不好吃，我要鸡。你先吃一口，好好，你可以吃了。汤圆，你吃一下。好黏，都黏在我嘴巴上。我不喜欢吃这种东西。那不喜欢，那我吃一个。嗯。我尝一口。嗯，大力的咬。最后一口，哎呦，吐出来了。我要吃炒饭。炒饭。喵喵吐那个汤圆吐出来了。什么理由吐出来？就要吃炒饭。早就要不给他先看炒饭了。
闻一下。谢谢。嗯。才能吃饭，穿着小衣服不能。要不我们喂它吃鸡蛋炒饭。妈呀，我的吃的干干净净的。你看一下我的也干干净净。叔叔叔，给你吸口，吸口。哥，让你的，我谢谢哥。哦，小心下面，小心下面。我看到了，看到了。这个好好吃个饭，跟埋地雷似的。他们中午吃什么？现在几点啊？9点多。妈呀，还有中午饭。谁来了？你好。你好。哎，我来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瑞娜。瑞娜。熊哥哥 ，Rina， 这是豪豪，我记得的。这是 Jackson， 这是晨晨，这是喵喵，我认识，你们都认识对吧 ？Rina， 我是喵喵，大家，你也5岁是吧？对呀、啊。Rina， 又多一个孩子，今天是不用睡了。哎。新的宝宝到了，我看到了。那今天怎么睡啊？不要问我，不要问我。不是，他们两个女生睡一起了。对，下铺。啊、嗯，下铺叫那个 Lena 照顾。新来的叫什么 ？Lena。Lena。Lena， 你的名字是什么 ？Rina， 就叫 Rina。Rina。Rina， 你是哪里人？混血儿，一边美国印第安，一边中国。一个美国，一个中国。一个印第安。印第安。混血，你也是混血，你是跟什么混血？我是长春，我是长春丹东混血。嗯、啊，长春丹东混血，长春过的那是河北。一来啊，整个房子都回荡着 Rina Rina， 只有喵喵不去。喵喵，你怎么不去玩啊？你怎么不跟他们玩啊？嗯，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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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不爬高，不断跳，小舞桥。还是跳健步，我要跟你拍照，给我拍照，拍照，我要在你的上面，看
看这个，看这个，拍个照呗，一二三，做个表情，露个牙，看没看到自己，看没看到自己 ，yes。你又饿了，你又饿了，刚才还吃饱，你又饿了。我也饿。你又饿了，刚才不是吃了炒饭了吗？我还是想吃炒饭，但要吃的。你饿了吗？你也饿了。你呢，喵喵？看了。你也饿了。小熊，你饿了吗？哎呦喂！还有泡面分享给大家。你是吃泡面？你5岁就吃泡面拉罐？你知道泡面吃了对皮肤特别不好，哥哥皮肤都变成这样了，就是吃泡面吃出来的。很丑。不丑吗？可是有一点点丑。一点点丑啊！哦，我好伤心啊！我说的是一点点丑。我有很多点的，但是有一点点丑。我不开心。不开心 ，Jackson 说我丑。我觉得哥哥最漂亮。哥哥最漂亮啊！好好，哥哥漂不漂亮？漂亮。漂亮。耶、yeah！吃饭。我觉得这个面真好吃，超好吃的，好好吃的。是谁做的呀？吃炒饭了吗？哥哥做的。太好吃了，哥哥。太好吃了，哥哥。哥哥，你做的饭最好吃的，这个好好好好喝。哎，好。怎么？为什么拿我衣服擦嘴？为什么？为什么？哎呦，你这又开始摆摊了啊！你们又开始摆摊了，浩浩啊！我不要吃菜，不吃菜，你放着放着。不要吃菜了。碗怎么都没了呢？哎，碗怎么剩四个了呢？不是6个碗吗？碗都拿进来了。我跟你就吃一个，伟哥。啊，你看没看到其他碗在哪？我没。熊，看没看到还有2个碗在哪儿？为什么找不到其他碗啊？我们还装得蛮好的，我们辛苦了哥，有水吗？为什么找不到其他碗啊？我可以给你碗的。不吃菜，你放这放这。哎，我不要吃菜了。哥哥，我又煮少了，我们再煮一份吧。哎呦，我到处找这两个碗，碗给我吧。没有，目前还没有，但是他可能起疑心。你做什么让他起？距离今晚还有多久啊？继续宝宝入睡。14个小时。你杀了我。这是个体力活。看到红花了，我看到一个熊头掉下来了。真的吗？真的。啊，就是那只熊，那个熊里面是不是有个帅哥？那是东东哥哥。对，东东哥哥，他的名字叫小花哥哥，小花哥哥。
我数十秒，不要让我抓到你们，只能在一楼。十、九、四、三、二、一，来喽！你们碰到我就输喽。这里不好，我听到声音了，是谁呢？大娘，在哪里？往前面，往前面，往后面，小心，小心。是皇家美术嘉尔奶粉吧？真的要命，真的要命！24岁的腰要断了，哎呦喂，腰啊，腰啊，我的腰啊，哦。30秒，给我的腰要断了，等会儿30秒。结束，你们扔的话我就不玩了。你扔不扔？要是摸，不能扔，不能扔，不能扔这个，好不好？叠好了，错了，对不起，叠好了，对不起。好，还是哥哥。我来，我来，我来。你们真的别扔东西啊！你们别扔东西啊！好的。你们扔东西的话，我就不玩了。对，好好，你别扔东西 ，OK， 好不好？好吧。好的。要来了。不可以扔东西。这个是晨晨哥哥。晨晨哥哥，抓到你了！这是 Jackson 是不是？是的。Jackson， 晨晨。晨晨是好了。是好好，好好。这个是姐姐，这是姐姐 Rina。姐姐，你睁着眼睛看吧。这不是你们，你们骗我，那怪兽就要来了。亲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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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味道？味道！啊！你们骗我！一点了，一点了，要开始做那个，不做的话太晚了。做什么？宝宝的午餐。宝宝不是刚吃午餐吗？是吗？啊？那早餐吃汤圆嘛？午餐呢？午餐吃的西红柿面嘛？啊，对啊。我今天我做了多少顿饭？我记得我每次做完都发现做少了，然后就要再烧一遍，就想得到平时上学的时候，家里人每天在家一天烧三顿饭有多累了。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外婆什么什么讲，哇，这一天做几顿饭时间就过去了，我还感觉怎么会吃顿饭半个钟头最多了，烧个饭我觉得一钟头，我今天做起来我才发现，真是一天做几顿饭时间就过去了。你一年回家几次啊？
一次两次一两次吧，太忙了对吧？以前是很空，但是机票太贵了，后来是没时间。东东呢？啊，东东叫他进来吃，等会儿他还在跟宝宝玩。哥辛苦。金鱼哥就在外面，在客厅。你还是下去，下。阿姨，阿姐，你先走。你还好吗？还好。我们目前为止还，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是锦鱼哥根本就不管，不 care 我是不是。不是，他一直在问我，东东不来吃吗？真的吗？然后我说，对啊，东东现在在上面跟那个啥，跟孩子们在玩呢。我们还有半天我们。对。你怎么了哥？怎么了？我没有，肚子疼，疼哭了。老实说。真的。老实说。我还是个宝宝。不是，你干嘛了哥？干嘛了？没事。我帮你拿去。我哥你怎么了？干嘛呢？你啊，没事儿。晒晒太阳就好。咱聊聊。不要。咱聊聊呗。不聊。咱去洗手间聊聊呗。你别吓我。我没事，就事儿就说。锦鱼哥就有点好像非常重的心事。也可能状态非常不好，我也不好意思去帮他增加更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做的一些事我都想帮锦鱼哥去做。我冷。哥哥最喜欢在外面待着了。我冷。你冷啊？抱紧你，抱着我，抱着还冷吗？这样还冷吗？不冷。不冷。外面阳光真好啊。下面有个什么？你看。篮筐。篮筐是鱼形的，鱼形的篮筐。我就是今天到了阳台上，我看到这个天气很好，我又很喜欢夏天，所以我对夏天就有很多很多的记忆，出现了这种想家的情节。今天还收到了家人的信息，问我累不累，说他们想我了。最早我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我要出去很努力的工作。但是你特别怕，就我之前我两三年前采访我也说过，你特别怕你努力的这个时间太长了，家人都不急。我姥爷是他已经年纪大到反倒像小孩了，而且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是我能很清晰地分辨我前年去年今年回家他的状态的落差有多大。他们其实也更需要陪伴，但是他们也要过好，我又想他们过好的生活，他们其实也需要过好的生活，这怎么选择呢？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想，工作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还是说工作是为了你更了解生活，还是说生活是为了工作？我这两天我在理这个关系啊，我还没太想明白。哥哥，你怎么关门？你要干嘛？你怎么关门了？进去玩去。你怎么关门了？找你的瑞娜姐姐玩去。你怎么
为什么锅没了？就是孩子还是要照顾的嘛，不能把人晾在那，对吧？自己的事自己消化呀，别人是消化不了你的事儿的。洗手怎么把衣服洗这么湿？你又尿裤子了是不是？是。是呀、啊，是怎么不说呀？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喵喵，你知不知道这是谁干的？啊？为什么不关水？喵喵，不要玩水，我们刚把衣服弄干。不要玩水。不能玩。哥哥和 baby 现在去客厅集合。菠菜。哥哥，出去，出去。小熊先出去。各位哥哥还有 baby， 明天我们就要开启安徽齐云山的第一次旅行。明天去旅行。出行的服装，就我们在哪里买歌？在闭着眼睛买 baby 都喜欢的唯品会。哦。哦。您好，我是唯品会快递员，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这么快？哇，好多衣服。你有什么话要说？你拿着。我们先帮他们搭配一下。哎呦喂，这个漂亮，这个漂亮，这个可以衬这个。你孩子很好弄，全是连衣裙。你还是给他自己挑吧。男童短裤，短裤配着 T 恤。那大家过来过来过来，喵喵过去跟姐姐一起。哦，女生姐姐，对对，停停停，喵喵喵喵喵喵过来，喵喵喵喵，哎，出国了，喵喵，回来，喵喵，喵喵又忽视所有人。喵喵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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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这。那我明天呢，我们就去旅行了，对不对？对呀。行李呢，就要你们自己去整理。去旅行的话需要什么行李呢？需要衣服，对不对？对的，很多很多衣服。去那个房间，你们有十分钟的时间选两套衣服，还有一些零食什么的，你们想吃的，但不可以拿的太多。男生先去吧，男生。好的，男生，好好跟他们去选衣服，十分钟选衣服，选衣服。坐这看。根本没有人在选衣服。
有这套裤子，这个衣服，我要这个本书。快快，哥哥，东西太多了，我拿不下。但你只能选一些你能拿的，你拿不下的东西就不能选。十分钟以后出来。陷入了无尽的纠结之中。二一，这些太多了，我这些东西太多了。晨晨呢？晨晨，等我一会儿，我一样一样拿。不能贪心啊，只能拿一次，别这么贪心了，哥。来，女生，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只能一次哦。我们进去吧。我跟东东哥马上回来。拿东西就拿什么。有什么呀？嗯，我们女生的衣服没放出来啊。女生的都要挂上，不是吗？女生的等会再挂，没那么多衣架。怎么办？他们是怎么？啊，他们自己看了，他们自己拿了。哇，瑞娜真厉害，我放在上面他们也看得见，太不可思议了。叫那个帮一下妹妹选一下，我跟你说她完全没有想法，怎么办？那凯瑞娜有没有觉得这个意思吗？5 4 3 2，拿衣服，你看左边上面，左上喵喵真的完全，我这是什么秘密？他可能都不知道我们明天要去旅行，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面，连自己在这个家都不知道，可能。出茄子，KO。我会游泳的。来看一下你们的行李。我这个是一本书，底下都是衣服。那衣服你够吗？你还没拿内裤呢。你内裤不要吗？内裤跟袜子，快去拿。你看了吗？我也带了药。是什么？这个药是虫子不会咬你的。哇，是吗？是的。非常棒。来，我们 give me five， good job today。来，晨晨，这是你的包。拿过去，这里放在这儿呗，放在这儿，这是 Rina 的。晨晨，放在旁边，这里还有一个是喵喵的，你看喵喵，喵喵啥拿了啥了？哇，喵喵什么都没拿，真棒！你看他什么都不用。
脏了哈。好，我帮你。好了，洗好了。关，关水。哎呦啊，怎么这么脏？过来，谁做的？过来。哇，怎么这么脏？你怎么玩的？不好好玩呢、啊，这么脏，我们以后可以玩得干净一点吗？你看，弄到我的手也这样了。给你擦掉、哦。你看。你看我在家里一点都不哭。对，你今天没有哭了。真乖，我要吃棒棒糖。对，你要吃棒棒糖，你晚上你这么乖的话，我晚上就给你。你现在表现非常好。最喜欢什么棒棒糖啊？我喜欢草莓的棒棒。草莓的棒棒糖。草莓的棒棒糖。我要草莓的棒棒糖。草莓，我每天吃草莓。每天吃草莓啊，那你就变成一个草莓公主了。草莓公主好漂亮的，你看，好香哦，草莓味道，这边，哦，好香哦。你看现在干不干净，对吧？对不对？对。这什么味道？这是草莓公主的味道，很香的草莓公主。草莓公主站起来，站起来，抱紧一点。对，走路，好干净哦，现在。下去呗，玩具。好的，下去玩，下去玩，下去有玩具。晨晨，啊，你这衣服全都带齐了是吧？要带点嘛。晨晨，你带这个有什么用啊？带这个可以。你知道它是干嘛的吗？冻雪糕的。你拿什么冻啊？冰箱。拿着冰箱啊，出门。你拿着饭盒干嘛？吃饭用。有饭也不用饭盒啊，你这箱子带不上了。带点有用的好不好？你穿它干嘛？你把箱子装这本书。过去看呢，这要看，这一会儿看完吗？我给你20分钟把它看完看。去看，把它看完，看完不带。齐天大圣。我脚脏了，我脚脏了。
好的。不要放水。哇！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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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这个给你们玩。怎么都脱光了？啊！怎么都脱光了？停！出来！好好，停！别动！好好，别动！先别穿衣服。怎么这么不听话？进去了。要洗脚，那洗完脚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还没洗完脚。停水。洗完了，洗完了，不可以再放了。停。喵喵。停。停，别笑。喵喵，不好玩。不可以再开水了，再开水真，哥哥生气了。苗苗，苗苗，不可以吃糖了。要不要吃糖？要的话出来。要的话别动。要的话别动，来。首先我自己觉得玩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你整个人会湿，湿了很容易感冒，而且他年纪这么小，一感冒的话就你知道又发烧又什么，不好搞，抵抗力特别低，这是一个安全性的错与对。你这次玩水以后，之后你玩火玩刀，到时候把手指都砍断了怎么办？玩火把脸都给烧了怎么办？不要再玩水了好不好？好，你答应我的，来勾一个，这样勾一个 promise。 脚那边的脚，嗯，我饿了，我也饿了，好吃晚饭准备。二十分钟啊，二十分钟上这样紧紧把你拥抱，你散发的味道就像是毒药，也无不侵蚀到了我的大脑。
气息一直在我身边环绕。吃牛排喽，先吃一口看看好不好。你带反了，好好弟弟。果汁，喝完再夹。好好，再一口牛肉，对，吃。啊呀呀呀呀呀呀！大力一点，大力一点，大一点，耶！我要吃牛碗，我要吃瓷碗。你碗什么？哎。你什么了？我会长胖。你会长胖？嗯。你现在一点都不胖。好啊，你看我都吃完了，我还没胖。肉对你很好的，就你要吃肉啊，肉才是肌肉。你看我都吃了，好棒啊！我吃饱了。你看我刚才都打了一个嗝，所以这个是我吃饱了。熊来吃饭了，熊！熊来吃饭了，熊！操一天了都，待会儿没那么，表演组没那么严格了，其实啊。我看你好心疼啊！啊，我帮你后面解开，哥，哥。两块，哥，你我帮你，你的风扇过来，我帮你训练，来，你去外面走走。带了一天了，你看，我这里，你去草原下面走走，哥，凉不凉快？他刚才差点发现，就突然一下啊，被摘我的帽子，他一。靠近身你就马上逃走，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昨天你只是差点被他发现，你刚才你一天拼下来的成果都没了，你记住了啊啊！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完了，肯定就他都堵在那儿了，因为又没有其他出口了，谁知道他后来转身走了。一两次你再这么包容的话，他们会觉得这是可以玩的，就算我玩了也没有人会骂我，就算我玩了那又怎么样。我要说多少次呢？我要说多少次呢？把水关了。
关掉，关掉，苗苗，好好，你出去，出去，跟。你是不是很想玩水？是不是？你是不是很想玩水？啊！你自己玩水，玩水。我知道我为什么关灯呢？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窗户后面是有光进来，所以就算我关灯，可能表面上会好像很黑，但是其实那个光在外面都会打进来。就算我关了灯，我在里面的时候，他还看到我。我走了。你不要走。那你关水。不玩了。我走了。如果我一关灯，所有都是黑的话，他根本不知道应该走哪里。我没有出去，我怕他出事，然后我就在浴室里面一直在看着他。然后我说我走了，然后他就怕害怕了，他不想一个人待在一个比较暗的一个房间。你是不是不听？是不是应该不应该玩水？对不对？对。以后不要玩水了，好不好？好。那答应我了，啊？好不好？好。真的是。又要换衣服了，我真是。先拿毛巾擦擦。对，再也不要去玩水了。对，说得非常好。哼着哥哥，你今天玩水是不是不乖？是。你也玩水了，对不对？有。你也有玩水啊？嗯。那你也不乖乖哦。好吧，我不玩水了。我可以哄你，我可以很爱你，但是不代表你做不对的事的时候，我也同意你。可能非常严格，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这样做的话，他可能这次是玩水，下次就是玩到了。我觉得这是每个宝宝一定要知道，如果他做错了一件事，一定要让他知道以后不能这样。哇，看起来这么厉害。你想什么？我想拉粑粑。拉粑粑，好，等等。还拉粑粑？等会儿啊，等会儿，先不可以拉，先不可以啊。我要拉便便。不可以，现在。等他拉完了，我再拉粑粑。好的，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哦，拉吧，拉吧，拉完叫哥哥，好不好？拉完哥哥，好不好？好吧。我忍不住了，我要拉便便了。拉便便，你一天拉几次便便？我一天拉两次哦，我只一天拉两次。你去哪拉便便？你要干嘛？尿尿？尿尿。自己会尿吗？哎，哇，你偷这么光干嘛？啊？你那是拉屎而已吗？其实正常人裤子脱到这里，然后这样拉就好了。但是为什么我会把好好的衣服全脱光呢？因为他的衣服很长，我不把它拿上去，这里会有尿，这里会有不干净的东西的。
要拖这么干净干嘛？啊？我只能。妈妈。好了吗？没有。好了。撒了一坨尿。撒了一坨尿。对。来，撸，撸下。哎呦喂，你还要我闻？你还要我闻你的粑粑？为什么？等会儿，不动不动不动，你还要我闻？真的岂有此理，怎么可以叫我闻呢？我拉完粑粑给你闻好不好？不好。那你拉完给我闻闻好不好？那你为什么给我闻？好笑是不是？你自己想一想就好笑，好吧？咱们先穿衣服，穿上了。又困了，你每次拉完粑粑都困。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妈妈三天以后才可以见。妈妈马上不见我了。三天以后会见。接吻。对，三天以后会接你。接吻。今晚没有。接吻。你每天都这样，因为妈妈这样的话，那我也哭了，我也好伤心，我也哭。不，你不哭。你说的要见妈妈，其实我也非常心疼，所以今天啊。好好说想妈妈的时候，我的情绪我就直接就说了啊，我很崩，我你这样的话我崩溃了。然后他今天就，那我不哭了，然后就抱着我。你哭我也哭，你不哭我也不哭，好不好？好。我也想妈妈，我也知道你想妈妈，我也很心疼，我也跟你一样不开心。好好老大最棒，好好老大，嗯，最棒。妈妈马上搞定我了。对，两天以后，我也想妈妈，我也想见妈妈，但你每次这样说的话，我会崩溃的，因为我很心疼，我也知道很难受。哥哥没有妈妈那么爱你，但哥哥也非常爱你。来，我们写日记。我一人搞一张。我们画什么呀？我们要说今天你的感受，还有今天你想纪念今天的东西。哥哥吗？嗯。喵喵，你不要再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喵喵，宝宝过来。你要不要洗？你要不要换一个？行，我嘴上换一个，好不好？对，昨天脏的书包现在怎么脏了？我给你。你给我什么？你给我，你是不是拉臭臭了？刚换完尿布，不可能啊！刚换完。哥，你自己摸一下。我摸一下。好了。你自己摸一下。小五个钱。是不是？喵喵好像是唯一一个拉屎撒尿不会说的宝宝，他也不说，他拉完尿完也不哭，只能等到我们在他旁边的时候闻到，或者是捏到，才知道他有拉屎啊，有撒尿。喵喵，你一天要换多少套衣服？喵喵，你每天都是维密，每天都是 fashion show。来吧，喵姐，来，我们去做一件大事情，我们要做重要的事情去。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你写啥了？Rina，Rina，
Rina， 你还会拼自己的名字？哇，餐桌，餐桌，哇，这是今天的我们吃饭的餐桌。对呀、啊，是因为我最喜欢那个时候，那个挺好吃的。哇，你真是太棒了！你还会画画，画得这么好。来，我们鼓掌，熊熊鼓掌，鼓掌，熊熊鼓掌给你了。谢谢。哇，这个超级棒、哦！等会儿，我看一下。明天会提前出发，不是都说好，不是都说好五点吗？你呀、啊，喵喵，你这是 fashion show。fashion show 是什么？走秀。走秀是什么？走秀是走秀，走秀是这样，我走一个给你看。就这样，我也会。我也会。你会来？三二一。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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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我也会。真棒。到我啦。Fashion show number one, let's go, take one. That's all there is to it.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Jackson， 哇 ，Jackson 这是机器人舞吗？机器人舞，机器人舞，哇，真厉害，真厉害！我可以，你也要啊？好，你也来一个，来，来，喵喵，哇，喵喵 ，Oh baby。对呀，对呀，对呀，这样，这样，这样 ，Jackson， 过来这里，看着这个跳，来，哇，这么厉害，来，这个，这样，这里开始，这里开始，一二三四，来。管他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来，哥哥你也要一起。我不要，我不要跳舞，放过我，求求你放过我，求求你。第二哥哥，第二哥哥。你跟晨晨哥哥学。不要跳舞。他不要笑我。那我再跳一遍。算。你都不是。你都不是。那，你跟他说，他不想学 ，Jackson， 他不想学。我想跳我的。好，你的街舞了。喂，你别挡住！喂！又来了两位大哥，你们哎，停，你们两个过来。这都是要上擂台的人。我跟哥哥这样，你们喜欢吗？哥，松开。松开！你这样喜欢吗？我跟哥哥这样打架。他先打我，他先接住我的。晨晨，你这样喜欢吗？我跟哥哥这样打架。不喜欢。那你对 Jackson 弟弟好一点。好的。那你也对哥哥好一点。好吧。态度真的好啊。态度真的特别特别好。每次态度都好。态度良好，屡教不改。你要玩超人吗？来，那我上我这里上去。来，是哥哥背上。嘿，趴好，准备起飞。来，喵喵，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喵喵，准备好了吗？准备好。飞喽！飞喽！
行不行？洗澡了吗？就上去踩？没有。我可以帮忙吗？可以啊。放剪刀在里面。对呀、啊，放这个里面。很粗鲁吗？你看你脚脏不脏？你看你的脚这么脏。还是你弄的。睡觉了，我睡不着了，睡不着再睡一会儿嘛，到晚上了，晚上要睡觉了，要回家，要回家吧。是看得蛮开心的吗？那你过来看，我们在这里看，我们在这里看。哎，动画片来了。咦，这是什么？动画片来了。你看，这里有。小猪佩奇来了。小猪佩奇来了。这是他的爸爸，小猪佩奇。我会睡觉好不好？来，上车。把这个拿着。躺着，其他的都不要，对不对？其他的被子都不要，对不对？今天是真的直接崩溃了，就是身体上加心灵上。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就穿那个熊服，就把那一戴上，然后一上去就整个人就呼吸急促，汗蒸猪肉，还是无氧运动，真的好恐怖的。东哥给了我这一个，就是我俩的 promise， 我俩的承诺，所以我去做。旅行前做这种准备对孩子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和练习，安排自己说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其实这是孩子进行有计划的安排以及思考自己需求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小朋友的天性来讲，小朋友就是很爱玩水的，但是呢，如果在浴室和浴缸的环境下，小朋友一个人独自玩水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如果地上比较湿，小朋友可能会滑倒，会磕到。如果是在大的浴缸里面，它万一水放了很多，万一他在浴缸里滑倒溺水都是有可能的。那么通常在这种时候，家长会适时的
制止他去发生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王佳有一点做的还是蛮好的，就是当他今天跟孩子有过情绪冲突以后，在最后的时候他把孩子抱起来安抚他，让喵喵本来的情绪啊安稳了下来。实际上大人有时候难免也会有情绪发生，但是我们讲最终你让孩子感觉到说你是爱他的，他是被保护被关注的，而实际上对孩子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也是有帮助的。过来，走，两个人抱啊。你好，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呢？哎 ，Who are you？ 阿玲。阿玲啊，你怎么那么漂亮，像洋娃娃一样？哇，好好美味的果汁，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很甜，我这个更甜。我这个100甜，是1000甜，10000甜，你们两个都是很甜。本节目由皇家品质皇家范儿的皇家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唯品会联合赞助播出，唯品会全球精选好物，猛翻全场等你来。感谢微博、OWAT、知乎、UV、企鹅极光、云视听极光、迷你秀、消除者联盟、小企鹅乐园 APP、 腾讯微视短视频 APP、 QQ 浏览器、 QQ 看点、 QQ Family、 互动百科、 QQ 三国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要么么哒。